是你把他叫来的，他是小飞唯一的监护人，我当然要叫他了。阿姨，小飞呢？小飞，小飞，安迪，哎呦天哪，怎么回事？小飞，你怎么伤成这？我的天哪，你手怎么伤成这样了？你这手可不能伤啊，你这是跟谁打架了？啊？ 是你干的吧，阿姨，这不关魏青的事儿。你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你干嘛总是这么欺负小飞呀？我要说不是我的话，你信吗？阿姨，不是的，魏青和小飞是为了救我们才打架的，你要怪就怪我们吧。你不用跟他解释这么多，反正他从小到大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混混。难道不是吗？ 从小到大，你闯了多少祸？你根本就是个混蛋！你已经害死了你爸，现在还要害死小飞？难道你要把我所有最亲的人都要害死，你才满意？你睁开眼睛看清楚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才是你最亲的人！我到底也小飞是我儿子。 一切都不会发生，我的丈夫也不会死，你我也不用这么痛苦。阿姨，您没事吧？ 没事儿，根本就是个混蛋！你已经害死了你爸，现在还要害死小飞？难道你要把我所有最亲的人都要害死，你才满意？我是你儿子，我才是你最亲的人！我到底也小飞是我儿子。何总，我这次来是解决问题，这么躲下去真的不是个办法。 我的事儿解决不了，魏磊，我跟你爸才来到美国，他根本就不会死，是你把他给害死的。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你冷静一下。妈，妈。 没事吧？头好疼啊！楼上你的卧室已经整理出来了，要不然你去休息会儿吧。